24节气听起来很老派，但你知道其实它很科学吗？最初节气是把一年平均分成24等份，每个节气间隔的天数都相同，但这种算法容易出现误差。后来经过天文学家的精密观测，改成依照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角度变化，每隔固定角度定一个节气，也因此流传到现在的24节气，每年都会差个一两天喽。